停止飞机，大家后退。来不及了，最后一步已经完成。不对劲，杨长老，请随我前去查看。老怪物，你帮我在后方压阵。嗯。戴老大，你们帮我照看好小五。嗯，走。前方有状况，大军停止前进。敌方有增援赶到，娜娜赶到的正是时候。武魂帝国的将士们，让帝国的铁骑踏过敌人的尸体。武器居然没有毒，可我方士兵确实出现了中毒的症状。我方士兵的伤口为何呈混杂之色？这个武器一定有问题。死者如林，好难受，怎么回事？我干不了了，万紫千红毒。铁场原形断阵。来呀，随我助圣女一臂之力。全歼敌军，不要乱，集结防御阵型，守军后撤。杨长老，你说这毒叫做万紫千红？嗯，这是我们破之一族的禁忌剧毒，通过数十种无毒的药物混合而成。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藏性强，在最后一味药加入之前，毒都不会发作，而中毒者一旦接触到最后一味药物，就会立刻毒发。那么之前大军中出现的物件，便是这万紫千红的最后一味药。既然是破之一族的禁忌剧毒，它又是怎么落到武魂帝国手中的？当年昊天宗不顾护府宗门安危，而选择封门，武魂殿便对四大附属宗门展开疯狂报复。我的胞弟杨无双在一场激战中失踪，他便是破之一族中除我之外唯一一个懂得炼制万紫千红毒的人。他被俘虏了。破之一族一向宁折不弯，想不到此计我懂，他居然向敌人屈膝投降。万紫千红虽然剧毒无比，但天斗士兵意志坚韧，若不是被妖媚的红雾封闭了视觉，也不见得会如此被动。既然如此，紫极神光，紫极神光竟不能击溃妖媚的意识，看来邪月和胡列娜的实力也有了很大进步。武魂融合技下的精神力已经达到了封号斗罗级别，但是海神之光加持下的紫极神光，你还能挡吗？唐三，
心，万夫不赐。唐门暗器手法，一千零一夜。怎么可能？我的毒居然对他完全无效。哼，我很想去。无双呢？背叛宗门的无耻之徒，叫他出来受死。杨无敌，这你就多虑了。你弟弟确实是块硬骨头，为了确保万紫千红毒的配方不泄露，不惜咬舌自尽。他那又如何？只要没死透，教皇陛下就有手段撬开他的嘴巴。精神控制灵魂器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他虽一心求死，可到头来还是当了叛徒。住口！冷静点，杨长老，他在诱你入套，他们已经列阵完毕。你孤身深入，必死无疑。这个唐三好心机，他魂力耗尽，杨无敌又身受重伤，我本想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却被他看穿了。既然万紫千红毒的最后一味药仅为触发之用，也就是说我方士兵体内已经有了此外所有药物，而这位前辈的毒刺恰好与万紫千红毒的性状一致，看来就是你雀峰宗暗中下的毒吧。天斗帝国军营虽然守卫森严，但你周围的毒风确实难以被察觉。这个唐三洞察力细致的可怕，难怪教皇陛下一心要杀死他。宗主，别拦我，我不允许他侮辱我弟弟，侮辱破之一族。杨长老，不要逞匹夫之勇，养好身体，他日攻破武魂帝国才是对你弟弟最好的告慰。更何况众族的天斗大军还需要你的救治。唐门弟子听令，停止追击。玉堂修筑防御工事，立堂戒备巡逻，敏堂药堂搜救治疗伤员。好沉稳的信息，想偷袭得手是没可能了。也罢，武魂帝国大军已经全部撤出嘉陵关内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。撤！杨长老，情况如何？不错，确实是万紫千红毒，但武魂帝国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，大大增强了扩散范围。那杨长老，扩
扩散范围增加的结果就是毒性大幅降低。宗主放心，这毒我能解，最迟三天就能。杨长老，你的伤。伤势虽重，却都是皮肉伤，不碍事。倒是蛇矛那小子被我的破魂枪伤了脏腑，短期内是再起不能了，就算伤愈也必定实力大损。蛇矛斗罗身受重伤，魔熊斗罗死在比比东自己的魂技下，而鬼豹、四豚等一众强者经历大战也都疲惫不堪，比比东本人更是被海神三叉戟重创，现在正是夺回海神三叉戟的时机。小三，你的三叉戟没有神器，你绝对无法阻挡比比东的攻击。老师，我正想与您商量这件事。小三，比比东善用奇谋，如果能够一击绝杀，他甘愿冒一切危险，所以他不会集结武魂殿多名封号斗罗之力强行移走海神三叉戟，相反他会在三叉戟周围布下陷阱，守株待兔。虽然瀚海乾坤罩已经被镶嵌在海神三叉戟上，但好在之前我的头部魂骨与之融合过，现在头部魂骨还能调用瀚海乾坤罩的能力，以防万一，我要避开这个祸。海神三叉戟贯穿嘉陵关，如今正落在嘉陵关内，为了取回它，我必须冒险潜入嘉陵关。今天那个天斗的蓝浩王扔过来的叉子发着光从大军上空飞过，幸好没扫到我呀，否则我的脑袋也会被捅个大窟窿。那人好厉害，就连陛下都被……少废话，他可能注意警戒。哎，听说了吗？陛下的伤势好像很重。是，小声点，被大人听到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故意引诱我入关，那我就将计就计。神兽一战，比比东曾以庞大的精神力追踪到隐身状态下的我，但如今他重伤未愈，精神力消耗巨大，是不可能看穿瀚海护身罩。我需要担心的是移动时发出声响，以及触动草木显露的痕迹。这个距离刚好足够，三叉戟周围一定布满重兵，但我根本不用踏入三叉戟周围的那片陷阱。只要施展唐门六绝之控鹤擒龙，便足以在这里收回海神三叉戟。唐三竟然来了，就把命留下来吧。